早啊。早。彭总还没来呢。我不是找他，我找你。找我啊？我给你送早餐。你给我送什么早饭啊？高助理，主要是昨天那个事情吧，你懂的。他说的不会是车的事吧？我说的这么明显，他应该能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可他为什么要骗唐总啊？跟工作也没关系，他没必要向唐钰汇报吧？他不会是喜欢上唐总了吧？我喜欢了唐钰这么久，不能就这么被他搅黄了。行，稍后我再回复给你。唐总，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我就是给高助理送个早饭，我先下去忙了。唐总，吃点吗？不必了。不要再看我了，再看我，我又要冒着破产的风险给你买小干了。破产买小干，真不知道他脑回路每天都在想什么。他阳奉阴违的帮我追明珠，该不会是想要趁机接近？怎么还没吃啊？我准备忙完这个再。现在就吃。结果啊，有女朋友吗？我应该有吗？站起来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比我小3岁，品行端正，工作态度也很认真，长得也很帅气啊。嗯，也不抽烟，也不喝酒。对，没有任何不良嗜好。不错。这么说似乎也合理了很多啊。快吃早饭吧。唐总，其实我已经吃过早饭了。既然是唐青给你买的，都吃完的。唐。最近买了一座岛，欢迎来我的穷困潦倒做客。这么穷还给高助理买这么丰盛的早餐，看来我没猜错。我都表达得这么明显了，高助理应该不会把我捅出去吧？唐鑫大大，想让我出钱？新书什么时候签名啊？作者大大，太赞了，好苦啊！为什么不更新微博啊？唐鑫大大你好，我是时光影业的编剧周丹，我很喜欢您的小说《做一个梦给你》，可否添加您的联系方式？
周老师您好，对您的编剧作品早有耳闻，谢谢您的赞赏。不过出版社有签约条款，我暂时不能私下给写，抱歉。你买早饭的规格看上去不像这么穷。哎，你看你看，这什么情况？哎，高家，哇，这真的呀？我见过，真的啊！哎，快看快看，快看朋友圈。什么情况？对，唐总以前没有在朋友圈跟员工互动过。他经常去唐总办公室，对啊，我这人真的有性格又臭，说话又扎人的，真的是怎么跟他搞好关系的？真八卦。哎，赶紧工作。你跟唐鑫是闺蜜，你去问问他呗。我这怎么好问了？没事儿，我虽然跟他关系好，哎，不就是回复个朋友圈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八卦无关紧要，工作使你快乐。哎，快干活去。不好好工作，你们这凑在一起聊什么呢？准备开会了啊？怎么回事？